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比赛。这场比赛是在选秀联队与夏季联赛联队之间进行。哇，这选秀队这个速度啊，这一套推进。哎呦，三号卡米兰犯规，今天李敏胜砍下了16分。红队要比蓝打，但是没有打进。这个一传给的很漂亮，牛宝平三大步上篮，好球。程立焕昨天表现相当的抢眼，三分好球，又是林炳胜。那么团体赛29号林炳胜强打篮下被封盖，看这白帝追人犯规。 CBA 下季联赛自己来，嚯，手感火热啊，投进2分。林炳胜现在得分上双了，力防守能力还有这种投，上来之后有三分的机会，好球。王冠翔空篮没放进，好球。29号林炳胜，林炳胜这个突破啊，哎，突破完还能抢断，投进2分。29号林炳胜，今天林炳胜表现真的相当活跃，好球。夏季赛联队16号吴红星发球2次。吴红星是位30岁的老将，这个变向幅度很大啊，这传的不错，上篮，好球。三篮得分林炳胜。是今天两支球队都是值得观众的喝彩和鼓励的。